好，我不就五块钱一个。好，坐着吧。对，不是。你吃啥馅儿的吗？啊，啥馅儿的？啥馅儿都行。啊，菜馅儿的。挺火呀、啊、哈。来。你好，你们这个叫什么呢？旁边的烧麦吧。哦，刚好你们是叫烧麦，刚好不是叫，我也点菜。来，吃包吧。吃包子。还有一份包子呢。吃，哎。你吃菜，我再请菜。吃包吧。来不来蒜酱啊？啊，蒜酱。你们也要的这个，就这个。也要这个、啊，王妈给你别点了，这个还有一份包子呢，王妈。包子没有的。王妈有一份包子。咋样吃啊？酱油锅。辣椒。小孩小朋友睡着了，你们都。没信心。没信心吃饭。你看。来了，走吧。坐这座啊，就1200块钱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说谢谢你，我不用，我说上窗口买去，知道吗？他忽悠你，我这票怎么好？这是，这也60多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这头发少白头，我们家都是少白头。60，我没有，我今年57。哦，昨天看到老爷子招70多了，今年6多岁，今天50多岁，你招6多岁？没没没，不能的。说你岁数大小，这这这要瞅头发吧？对，这北京路你也甭问，你问了你也不知道。不知道那是真的，这北京的桥太多了，还一个桥一个样。这不是有首歌吗？北京的桥，掀起